的情比金坚剪彩仪式哦。那呢，他即将来舞台上一起来参与这个非常重要的活动。那呢，也邀请我们秋生哥来到正中间，来来来。剪彩仪式哦，那我们也邀请秋生哥来跟现场打声招呼。大家好，我是黄秋生。好 ，OK，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正式进行今天的开幕剪彩仪式，要邀请我们两位美丽的李绅来帮我们上一下今天的剪彩，还有剪刀以及手套。那呢，也邀请我们所有的贵宾帮我们在这个非常隆重的仪式，我们往前一步，往前一步。之前帮我们准备好所有的道具哦，哈，那个手套要记得戴上。好，请往前，让他们穿戴他们的手套以及剪刀。好，那我们每一天的开幕剪彩仪式呢，都是非常隆重的哈，所以我们都一定要完整的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好，那也感谢大家一连跟我们一起参与了三天这个非常重要的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开幕剪彩仪式也即将要正式来展开啦。等一下呢，我倒数三秒之后就会正式来为今天的靓仔靓女拍照合照会呢来进行这个正式剪彩。好，请两位帮我们把彩拉紧哦，要拉紧哦，左右两侧拉紧。好嘞，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请用剪来帮我们剪彩，谢谢。